很荣，就是说哇，军伦学长的表现就是有圈粉到他，而且他很赞，超赞的。韩军伦，起跳！耶！犬哥都这么拼命了，我们怎么可以去放弃这一颗球？他必须在五秒之内做出攻击，有效得分。他告诉我们，参加全明星应该是要怎么样？红队目前领先了黄队跟蓝队，在中间先发了。